好，下面介绍我们这一款钻石美雕啊，说一下钻石美雕的所有清单配件。钻石美雕包含着一个底座、一台主机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手柄枪，一根电源线，还有一次性的无晶自摄器。下面让我们来拆一下这个钻石美雕的那个手柄枪，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连接口啊，对准这里有一个红点，然后我们的那个手柄枪这里也有一个红点，对准这里。啊，然后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。插完手柄枪之后，现在让我们插上电源开机。下面让我们来拆装一下我们这个一次性的无晶注射器，抽取我们的精华液。好，下面的话我们现在拿那个手柄枪起来，把注射器装上去。现在的话我们首先要打开我们的保护盖，这里保护盖打开之后的话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针孔眼。现在的话我们把那个注射器对准那个孔插进去，然后这里的卡槽的话，这里的卡槽是直接按下去的，按下去的话我们把那个保护盖盖好了。这里安装完之后的话，现在我们要开机。开机之后的话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界面了。这里有一个界面的话，这里有一个我们的瞬移的瞬移的是发数，这里的话是不用调的。然后下面的话我们有一个是深度，深度的话我们是1到3的，但是我们一般都要调到最深的深度，调到 3.0。 这里的时间的话也有4个档的，是从 0.3 到2的。然后我们一般操作的话都是调到 0.5。 这里有一个连续模式，有一个单点模式，我们一般操作是调到连续模式。下面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计量了，计量的话它是1到24的，但是我们操作的话一般都是调2到4之间这个区域。调好这界面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我们手柄枪这里不是还有一个空格位吗？下面这里有一个向外的键，一个向上的键。现在是我们把向上的键按，把我们针孔里面的空气排掉。看一下我们这手柄枪这里有一个开关键，我们操作的过程中直接按这个键就可以了，开也是这个键，关也是这个键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操作。